各位视讯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天气很热，我看到大家都没有流汗，不错，没有流嘛，对不对？没有汗流浃背，大家功夫都练得很好。今天2019年7月27日，108年7月27日，是我们这学期的师训，这学期的圆满的课程啊。接下来8月我们就要暑假了。那么和平高层论坛啊，和平高层论坛呢，今天也进入第29场的，很快哈，马上就进入第29场哈。那大家去把它除看看，就经过2年多了哈，将近3年了。那我们今天有3位主论法师啊来担任我们和平论坛的发表人。第一位就是我们儿童学易经的元生法师啊，他也是我们第6届的班长哈。第二位就是我们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法师。第三位是我们第2届也是我们万华教室的主持哈，元林法师。现在我们恭请师父慈悲开示，好，大家热烈掌声。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我们各位主任法师，今天108年7月27日，我们师训同修的上课，早上我就先播出带各位去云梦山，有没有去？云梦山在大陆有很多云梦山为了那么多的洞，全国各地都在争着说鬼谷子是属于他们的，这很好玩，大家都希望圣人在他那边出生。我笑一笑的看他们怎么争，圣和贤，圣人在哪里出生很重要，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贤者贤驾。那贤驾圣人就圣贤，圣贤圣贤，所以玉皇大帝提供交代师父要养贤。第一次呢，我听提供他的声音呢，好像是讲话语音的关系，我感觉是英人，贤人贤人就是要养贤人啊，贤人要满天下，我安尼都系啊，英人归天满天下。所以又过了几天在打坐，又传来说要养贤，赶快那时候我就感觉很疑问那接着我就请示老祖王禅老祖的师尊，这才有千则贤，
这三个字，牵着弦呢，牵着就是弦人，牵从哪里开始？从八八六十四卦第三牵，啊，第三牵就是牵着弦，我们修牵卦。好，那我懂了。所以在大陆那时候，在2001年就开始成，我们在台湾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我担任会长，我们好多的法师同修担任理监事，然后与大陆各地交流。当时中国大陆没有说鬼谷子学术研究会，鬼谷文化都还在睡觉啊，所以啊，这个原因呢，让我们只有默默的在台湾把鬼谷文化啊的法源就是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在台湾而举办了第一届易经大学。我们在座了没有易经大，没有第一届吧？二届有。好，二届、四届、六届，啊，他是八届嘛？二届，你是二届啊？标准二。啊，对，严连生是二届啊。啊，我严显是八届嘛？五届啊。所以这个老祖就是要从这个方向来养贤，啊，经过很多很多的因缘，我也不敢说我在培养贤人，我只有说我能供养贤人，供养贤者，所以我们好多同修大家续前生的缘。啊，接受我来供养，但是吃饭要自己吃。你们也立了黄旗哦，家己吃，家己修就爱家己吃。那么要有一个地点，我就积极的在台湾建设啊，这个很多道场、教室，这即是供养贤者。啊，老祖出生一直开示我们，鬼谷文化要从台湾发光，要化解两岸三族儿女的恩与怨情仇。一定要从鬼谷文化维新圣教啊来做起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是实质的教义教法。好，我们在这么多年来与中国大陆的交流，国际交流，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有实质的文化、实质的教义，才能安顿民养两界的心和念。
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积极将回古文化、回信圣教的教义好好发扬，好，并借着各种的因缘，啊，举行高层论坛，啊，这个论坛，啊，我就交代书信处延平处长全力来规划，来邀请咱家的所有的法师，将经验谈落实，啊，讲给各位，啊，也是上课，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维古文化，这个即是一阴一阳，啊，阴的学术，阳的宗教，两者都不可缺，所以我们这个论坛，我们邀请了我们的法师啊来发表，也是给各位的一个上课，我们也是在维新电视台来播出，让大众能了解自己的身边环境，还有一切人事物的动静，那即是我们办教育啊，办道场的最大的宗旨啊，所以才有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是为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好让我们更能够更深一层的了解老祖师尊鬼谷文化跟我们整个维新圣教的法脉的关系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笔记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笔记。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第一位，今天第一位主论人就是我们第六届的班长，也是我们儿童学易经的推广的，应该是主任哈，推广主任哈，我们元生法师，哦，元生法师大家都知道哈，他是从我们教育界啊，教育界担任校长，尤其在他当校长的时候，他更印证了学校的风水啊，对小孩小朋友啊他的心念行为的影响哦，这真的是我们师父老祖师尊所传的风水学的妙法圣法，都是在我们的身边周遭，所以我们有很多同修都会想说啊，我没有什么主题，我没有正道。事实上，师父开示啊，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风水里面啊，都受风水的庇荫啊，都受风水的庇荫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些的题材，或是我们去服务去正道，都可以来写出一篇很好的论文来跟大家来分享。那现在我们热烈掌声，我们欢迎元生法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案例。好，我们热烈掌声。主持人延平处长，还有我们今天咱们主任的延领法师延显法师，各位贤入同修，大家午安，阿弥陀佛。今天要跟各位来论述报告的，其实就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遇到。我们维新电视台延淳法师也一直播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三煞对我们的伤害。那么这个案例，不管是机关团体，还是我们的居家环境，都会碰到。那么，因此，啊，谢谢，做得好，谢谢，啊，因此我们师父每年的年底都会交代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啊，今年什么年，啊，三煞在什么所在，你都不能挡脱，不使挡脱，这个是。苦口婆心的来提醒我们，坦白说，我们发现应验相当多。啊，今天我是先把我们大家都比较不太清楚，但是也是非常轰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案例到现在还是悬案。中华民国国中校长。在他的所盖的学校，三年级三年呢，既然敌人学校的地下室上吊自杀，这个发生在2004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案例拿出来？因为真少人知啊，啊，因为。这一所国中的校长，这是我服务一间学校的主任出去的。我要为改建学校的时阵，这个、主任带去派去做校长，就是起一组自吊上煞这所学校。那么因为学校是他盖，校长任期是4年一任。他三年而已，就动不了。就他学校里面，尤其在地下室，底下阻塞。那么，我们把他看看的日子是2004年4月27号那一天发生的。啊，那一天的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三煞，刚好是民国93年申年、甲申年、辰月、辰月三月农历27日那天是丙子日，是丙子日，哎，刚刚好。申子辰，年是申，月是辰，子呢是日，三拢夹到。啊，夹到有什么关系？原来，因为他这所学校的前面，多咧盖人迄个民宅，干那拢起三楼的。两大牌刚好在他学校的门口，迄个大龙的起换厝，就是甲申年，那年那在动，啊动的方向刚刚好就是这所学校的南边，因为学校是坐北向南，校门口的南边。啊，多三夹着多好。那么，我要说这个校长，照理说为什么这么轻易的还会来自杀？其实这个校长是高学历，留美的，在高中当过副校长，然后很重要的，他还负责来
教育生命教育，你教人生命教育呢？啊，他的生命是如何？再教生命教育。那么，因为这个过程，他就不晓得。你有高学历，然后要加上你的，主要你的自己的内涵，是生命教育。那结果怎么会上到自杀？所以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去遇到的一些问题。三煞方，南方动，动得严重，大家都知道南方是锁。啊，在你一个家庭来讲，就是你家庭里面的老大哥，看想做主的那个老大。在学校来讲，就是校长。啊，就这么巧合。那么这个记得，那一年发生以后，大家都讲啊，是咱来自杀，啊，无代无志，你家己好好去的，啊，无安怎，来自杀，没有人知道，所以悬案。到现在还是悬案。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提出来？因为在发生了以后，刚好在我学校，我们大理开的大理的当时的初级班第一班呢，都在我校区。啊，第一开的时阵，发生代志我哎，这是真严重，啊，所以就带来一些学员去现场那边去看，罗盘一量，因为网站原因，罗盘一量，南方啊，教学的一个主要的主题有够准。啊，你一般的所知道的一种信息，所得到的一些认识的状况，不然要相信，这个就是一个无形的力量。那么我们一看的结果，刚刚好，完全符合于孙子辰是煞然，这多好，年月日。多加三合啊，所以就这样子了。坦白说，这个在我们教育来讲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一直都在教育界服务，包括来我们中门，一样也是在跑学校，跑学校也发生了。这个时间如果许可，我再来叙述。也是三煞发生的问题。因为我们中门的所有贤士同修，大家都应该是了解。既然我们都了解，我们应该先将我们的这个法门，日常生活当中所会遇到的，给咱所认识的亲朋好友来讲，帮助他。那么这个，因为当时我们真的都不晓得，不晓得，所以这个说起来也是，因为祖上一门观众蛮容易不知，因为再怎么想都想不到的，就是在大理。某一所国中的校长的上吊自杀的三煞人的这个问题啊，因此我想利用这机会，在我们的贤士同修当中，也提醒各位，真的要去注意。刚才也跟各位拜托，跟我们的亲朋好友，三煞是什么所在，尽量唔能动。
啊，这即马真侪拢无咧信者，反正也无咧受伊虾米，哪一个煞，不管他，他需要他就去动了，问题都发生。这个坦白说，我们所遇到案例相当多，有一些事先提醒，有些我们不晓得。这是我想在我们的环当中的三煞的年月日时，完全符合是孙子辰煞然，煞然所伤到的是锁，锁的话就是动的这个那个方向的那个主人是谁，这个错不了。这是一个案例，也跟这边将来分享。另外再提一个案例，去年前两三年前，到了新北推广儿童协议金，跟学校结缘，结缘以后也学校问题我们都帮他服务，啊，他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帮他解决。我们因为中门出去的服务，让他们地方的感动，所以说真的，新北的这个学校，看到没有啊？这个中门对我们的帮助这么大，那就要我们到新北的地方开课，他要负责，要找人来，恁来上课，教给大家知。好，这个都是我们的中文走到哪里，受到欢迎哪里。那么因为这种关系，我们要特别跟这所学校的校长跟他说明一下，啊，你哪什么代志，你都要真注意的。去年是煞，去年煞哪里？煞北。西年银鲁西煞北。那么我现在的提的案例就是去年发生的，也跟他提醒，但是他的家人还不要不家了，你插不下，都是这样的观念。所以信的人恒信，不信就恒不信。哎，光天老样子，我记得例子是这样子的，他家里的北方要装冷气，要装冷气，要装冷气要打墙壁。哎，这有个校长讲哦，恁厝的那是今年四千多强了，北平要震动，袂使的哦。不能动。哎，刚好那个时候去年，啊，去年动他的家人，因太太，嘛是老师，还不相信。啊，那讲讲他都不相信，结果就找工人早上来做，打墙壁要装冷气，就开始敲。早上敲敲打打，冷气装好，后果如何？那个下午晚上，目睭都糊，眼睛都一直慢慢模糊。以后他校长才打电话来求助说：“阮太太怎么目睭都糊呢？敢问什么原因？都装冷气啊！”跟他讲了就不信，校长知道也无可奈何，因太太那个睁啊，那眼睛就模糊，带到医院去治疗不好，是去年八月，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恢复，这个就是。煞别啊，为什么会伤到他？
为什么又不伤到别人，就伤到他？刚好北方又是老的女性，哎，老的女性，啊，伊内底家庭伊都查某会上老，就伤到他。所以这个是去年发生的事情，明明知道，也告诉他，但是他家人就不信邪。啊，这个很遗憾。学校碰到这样子的，同样你在家庭一样也是少不了严重的伤害，治疗不了。第一个校长自杀，已经没有生命了。这个案例产生的结果，他自己的病还没有复原，快一年了。现在是未月令嘛，哎，还没有，还不到一年，还未要维护。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宗门有这么殊胜，真的我们自己懂以外，也要能够尽量告诉别人。另外，我想举我自己的一个实例。民国1994年，我还没有退休，还在学校担任校长。刚好那一年，学校的潜艇向中央教育部申请350万的经费，没把前面的潜艇整修，让它拓宽。啊，这个是在我学校。1994年，那一年应该是酉年，给你呢，不是申年哦，不是申年，是酉年。但是事情是在申年。是在室内，因为学校的工程发包，为了不影响学校的学生的他的一个行动，所以尽量利用暑假当中去动工，弄两暑假。啊，暑假就只能7月份呢，农历都会碰到7月。那么当时因为发包暑假动工。我也跟工友，跟我们总务讲一讲了说，你呐是要动，唔当去七月动，不能七月动，因为放暑假，啊有诶都无去，唔知啊。得票的公司为了要赶工，所以他就歇日动工。我又不在学校，啊。主任也有跟那个包商讲说，去给他们当，尽量不能你要六月动，七月不要动。那么结果阴错阳差，他就在七月动工。等到我知道说七月动工，那还要这代志大条啊！后面后续工作我们照做，但是问题还是发生。就在那一年的9月份，刚好我们的风水讲座苏奈奈去那边弘法，在大理光荣国中去那边风水讲座弘法，也是那一年，那么。我讲到这个是有人，但是室内一动工的地点也是南方，
刚好学校也是坐北向南，门大门口里面的前庭要整修，凹头、吐雕全部动。结果那一年九月，那个时候我就接到检举函，家长会为了他们的这个权利之争，检举家长会账目不公有问题，可能是校长跟家长会有勾结，检举到教部杜正胜，那个时候部长，华务部新店总站，台中县政府正丰市教育局，台中县调查站我单位，兼给校长甲家长会有问题，校长是我孙立栋，那后续我们动作有做，没有问题。我们的这个账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无缘无故发生，莫名其妙，就这样来了。啊，因为我们懂，所以知道他懂了，赶快要做处理动作。啊，这个处理动作大家都知，三沙湾中毒怎么做？洪灾，啊，所以就这样子造成困扰，连《中国时报》都登刊。我那天是隔天那天看到《中国时报》登刊，我就第一个打电话给局长说：“局长啊，今天不在看工，我有问题哟。”啊，局长讲的很简单，还不要紧呢。哎，喂啊，哎，啊，我也打电话给台中县调查局的负责人，因为他经常来学校，某一个调查员，我某某人，今日报纸看，跟你正案有关，啊，我想跟你报告，如果对这个账目有问题，希望你来拿去看，调查站你来看，来查，我邀请你来。邀请你自己来看看有没有问题。哎，这个调查员他讲的，我就讲，哎，我跟啊也是一样，跟我们这样讲的一样，还我跟呢，没有事情。那他们知道应该是，我们觉得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哦，啊，因此呢，哎，就这样子好了。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还是要报告啊。哎，结果。隔一天，调查站总站，台北那边呢，就是新店那边总站，卡点呢，然后台中县调查站，讲你爱去查，哦，爱再来，啊来，阮就资料摕伊，回去看，啊看下了伊都嗯，哎，那无问题，我卡点阿讲，这个没有问题啊，哇，安尼好，你呐，你调查站调查员来查啦，没有问题啦，都没有问题啦。啊，所以这个，那我想我们本来就没有问题啊。啊，哪那问题？我哪能退休？对吧？那能够全身而退？不可能。所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你也造成这样的啊，把你困扰。这个就是煞，不是人。哎，这天王紧接着，啊，一个人。在我们中文，我会在第六节，院长，哎，就会卡掉，卖啊，嘿，这个问题，吼，哎，会不会过关？用意没有问题，用意没有问题。啊，这个事情嘛，是让人跟你闹嘞，哦，啊，这个案例，实在我个人，我今天利用这机会，跟各位讲这三个案例。年内日时煞南
所长受不了，上吊自杀。连北煞到洞，煞到刚好家里的年长的女性，二令煞在南方，又是煞到所长。那我想以这个来讲，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以为警惕，也但愿大家都能够转知所有亲朋好友。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圆生法师的这一个师父说端出来的这个正道三个实例，有精彩不？真的很精彩，对不对？放炮啊，想说一声啦，精不精彩？